怎么好像不太对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连玩这游戏都要烂尾吗？对了，是我们黄忠哥啦！哎，好像又可以哦。失血逆转吗？什么情况？谁赢了？打这个也可以这么刺激？那我们现在要来玩这个《风起三国之乱世逐鹿》，这款是全新 3D 拟真战场，可以兵将双控，喜欢三国系列的人绝不能错过。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游戏很重要也很佛系的部分，就是首次的十连抽是可以无限手抽的，它会有这个三选一这个武将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十连抽是可以无限一直抽，抽到你想要的为止。那像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三星，但是你不喜欢这个肌肉猛男的话呢，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新来，再重新一次。先九天五运。那我们这边呢抽到妹子了，抽到妹子，那我们肯定就是直接接下来了，确认选择。哎呀，我们就是这么肤浅。这里就可以看到其他武将的模组啊什么的，董卓，这个就是你们啊，各位，这就是你们，你们很适合这个角色，像我就适合这个。做个好汉子。风起三国之乱世逐鹿是剧情皆有配音的，让大家更沉浸在这款三国剧情上。而且我在玩的时候有发现，游戏的整体配乐呢是很帅的。我们有发现到是这个梅林茂大师参与《霍元甲》《十面埋伏》等等的这些电影配乐的作品，都是梅林茂大师来做的。招募的部分，这个是后面最重要的词。那关羽是很重要的角色，好像最顶的吧？咱们先抽十抽，抽到就发财了。连这个招募的动画都还不错，看起来是没救了。汉者，让为我。啊，没关系哦，这个是正常发挥，我们再抽最后一次。那现在虚宝马里面也有一个送你十连抽的序号，那记得各位也可以去输入一下。吃人。这个游戏最屌的、最厉害的地方是这个御军台，不要担心你培养这个角色啊，又要养另一只很麻烦什么的，你只要把他们放上这个御军台，它就无损继承你培养的。例如说，我培养这个赵宇嘛，我把它养到19，然后加一，那我随便把一只放上去，它会直接继承它的19等级，等于说你武将只要养一次就可以了。地图呢，这里。左下会有一个这个铲子东西啊，你就可以一直按，然后就可以挖宝，挖到东西，可以挖铲子。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？哎，挖到了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游戏登录8天还会送你这个，所以总共呢，你可以拿到2只三星武将，就基本上呢，你抽不到也不用担心。那我们这个排兵布阵呢也很重要，就像是我们打团战，坦克要站哪里，站前面右上角这里有对面的位置。那我们要怎么涂到对面的后排呢？没错，就是把我们的刺客赵云这个兵种排在这里，这个骑马的呢就会跟着一起冲出去，这样。然后在游戏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是对面的总体血量嘛，然后你角色的量亮起来呢，你就可以自己拉起，就好像真的在打仗一样。怎么好像不太对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连玩这游戏都要烂尾吗？哎，怎样啊？不太对，我们涂到后排了，你先点这个左边的，你偷看。对了，是我们黄忠哥啦。你可别眨眼。我们战况好像不太对，哎，好像又可以哦。失血逆转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先打右边？对面小兵在点火，哎。
什么情况？谁赢了？我赢了！哇，打这个也可以这么刺激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件装。不要问我还能不能拉弓！不要问我还能不能拉弓！我们钟哥很生气。那地图啊，你可以看到地图这样都会有一些小东西，都是可以把它捡起来的。那种被挡住的，我们就把它，我们要保护这个什么渔民哦，流民啊！哦、黄忠怎么站在这里啊？是不是黄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我的 C 位就是我们的黄忠哥了。我们直接走一个侧翼切入，我们从侧翼来。那如果你很懒呢，也可以按自动，好不好？他就自己放槽。但是像我这种相信自己操作的人，你是不需要做这种事情。我们云兄突过去，云兄很会切啊，跳进去了。你看到这游戏还是很需要操作的，看你要怎么放。它不是那种超无脑游戏。有我们这次布阵布得很好。一个好的结果需要一个好的那个啊军师啊，像我就是最顶的军师，连玩这游戏都可以学到团战的技巧啊！现在就下载《风起三国之乱世祖鲁》，直接点我这个置顶连结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再输入我的礼包码，礼包码再输入呢，在这里这个设置虚宝码，变直接拿到礼包哦。好，我们要屠对面的那个城了，屠城了，各位，战役开始。主公，那里有速攻型的士兵。他们同时拥有迅捷能力，他叫我主公哎、欸，别人走得更远。有女生叫我主公哎、欸，我好开心哦、喔！这游戏好贴心哎、欸，不要再网恋了，各位。云兄，热血开图，动，图到啦！挡在我面前，旋转，就是过硬，枪出如龙。先把对面的头给杀了，云兄将四根尔等小兵就会绕跑了。一起长坂坡一战。完了，我们的战力要下降了。所向披靡，我们是要去个医馆了，不然感觉要倒了。你们是要摸到我家啦？好像快挺不住了、欸，各位。剑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我们来讥讽对面怎么样？看起来很适合我哎、欸，的那种感觉。咖喱过来，大家就被我吸引过来了。这应该叫色诱之计吧？怎样？大势已去，无力回天。哦，大势已去，无力回天。回溯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重来，我们重来好不好？空城计。他们这样就站不进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以下克上啊！剑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占了你家，爽啊！是啊，那城拔寨，战无不胜。过了，又领了五个招募葫芦啊！我们可以来抽个关羽人呢。我闻到了，是关羽，我抽到关羽了，我抽到关羽了，因为我长得很像关羽，所以我抽到关羽了。你们信吗？我抽到关羽了啊！可救人。没事啊，他也是楚国的朋友嘛。哈？什么？单抽中三星，免费抽哎、欸！佛心游戏。反正我们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游玩下来的心得，好不好？整体玩下来，其实感觉不氪金完全可以玩，然后基本上每日给的元宝和活动给的资源都不少。那如果你真的你好想要增加一点什么，你可以氪这个普通月卡跟这个至尊月卡。那你两个都买了，总共可以拿到两件的稀世装备。那再来就是这个等级共490元，玩到60等，你可以拿到五星的张辽。那再来就是这个主线战力，总共可以拿到12000的元宝。然后现在还有一个连登8日的活动，第八天又再送你一支三星名将，你自己去选。然后再来还有这个历练手册，完成上面的任务。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历练值，历练弄到满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马云禄的豆蔻年华造型。
最后再次强调，布阵真的很重要。这个阵容流派呢，其实玩法是非常的多。那最后呢，我最喜欢的武将啊，就是这个黄忠，忠哥真的太帅了，有够 C 的。这边再跟你们提醒一下，你不喜欢你在这边移动的角色，像你不喜欢这个拿锤子的女生，按这个更换形象，你可以换像个跟屁虫、孙策、爪子哥什么的，这个也很帅。你可以换一只最像你们的角色。那这么优质、细腻、精致的游戏，就是我们的《风起三国之乱世逐鹿》，大家快用我的连结下载。那我的礼包码是 FQSG2024。如果你现在就想要加入，想要与我一起玩，想要加我的联盟，到我们这个31来跟我一起玩。